你就开启喽，来喽，已经正式来喽，我们不 NG，一次上，超敷衍，你都就好啦。没有观众啊。才刚开吼，刚开就有观众，那也太厉害啦！我们要，但是因为会有那个啊，会有那个记录档放 YouTube，所以他们一开始你就要火力全开，就要非常的嗨，就要认真来，不然到我时会候他认们真打啊。开来，然后就是看你怎么前5分钟都在等观众，就会觉得很无聊、很 boring，觉得你嫩。我很认真啊。你很认真哦，不开玩笑，对啊。认真来。那你晚餐吃什么？我晚餐哦，晚餐吃麻辣。你看，你根本没有认真，为什么？你没有吃一个正常的东西，养足你的体力、你的精力、你的精神。等一下，我想打嗝。吃麻辣吃到打嗝。嗨，嗨什么嗨？跟观众说嗨啊！这是我的观众，嗨，超幼稚！你知道。哇塞，好准哦！我们先来等候一下，嘿咻。跟臭柴柴，嗨嗨嗨嗨嗨，等等等等，哦，有人偷偷来，谁？是谁？是你？你的吧？为什么我的我这边会听到？你根本就没开赖哦！在嘴呀、哇塞，又在抢，又在抢！现在人超喜欢抢，各种抢。嗯，哇！怎么了没有，没事。？Nice，瑞迪，瑞迪一下。嗯嗯哼，哼，我声音一定要那么的奇怪吗？嗯哼，你也可以这样啊。你俩要便秘了。小小，我教师节把金沙送给班导，羡慕吗？现在应征你们班导还来得及吗？哎，你看，是不是该谢谢我？你们看到？看什么啦？你们看到？哎，你没看到啊？你那个机器人的讲话内容？你不觉得该感谢我？哦，还特地刚哇，刚赶快去好买，棒哦！巧克力特地为了我弄了一屁个话！新的机器人呢！哇，今天开完台就把它关了。等下，奇怪，画你也面。难搞哎！跟你说谢谢你，要在那边闲。然后不说，你要说没礼貌，大美女哦！噔噔噔很难伺候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听到微微的刀塔声音？听不到了。这个，嘿呀，今天要来玩刀塔。等一下，这荧幕解像太高了。紧张感。等下，等下，等下，再让我确认一下，人家很紧张啊。哎，嘿嘿，
嘿嘿，这样就好，这样。哎，不对不对，这样不行，一定要这样子。哇，那我应该要这样子。抱歉，大家稍等一下，因为这个要荧幕截取很麻烦，还抓不到他的程式。嗯哼，还有比较很高刚，你慢慢来啊，不急啊，怕大家着急啊。看我这个各种的萌萌的远征，哦，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会，这个跑掉了。你画面要弄那么小？没有没有，他等下我以为你要用全屏全萤幕、啊，他就不行啊！我不行。嗯，来了，正在开始了，来了来了，悄悄有杂音有吗？有回音，真假的？你有听到回音吗？我没听到啊。我也没有回音啊。我听蛮正常的、啊。那是因为你们开到两个吧，你们少来。我听是正常的、啊。还有听到那个摩托车的啊。啊，是我家的、啊。我们要来干嘛？啊，对对对，我们先来那个藏宝地图一下、啊，这个不得了啊！我刚刚发现才收了好多钱钱，也怪。你知道，通常找这藏宝地图。最喜欢就是看到有玩家或者是有钱的，有钱矿跟那个钻石矿。哦，有钱矿，爽，打！我要带着月亮城的火焰来打架，我要打十个。因为对手这个比较弱，所以我就随便放。嗯？有杂音吗？我听是没有啦。我刚刚有看你的台来听一下、喔，发现没有杂音啊。那你再听听话，他们都说杂音，他们都说我很杂。高等精灵的荣耀。他们说我是个杂。空虚。没有啊，没有杂音啊。不要骗我啊，你们。我真的没有听到回音，也没有听到杂音啊。你们为什么？哦，钻石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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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人生的运气就是如此的美妙，有没有？一开台马上就有一个钻石矿啊！有巧克力的专车来载他。嗯，玩这游戏多久啊？就从风车开始玩，所以才可以这么高的啊！啊，钻石矿就要我派我的义军了。愤怒指引我的方向，月亮城那里一见钟情。但我希望有没有听到？嗯。你有没有听到？听到什么？来接你的。没有。你真的没听到？没有。哦。等一下，应该会比较大声啊！他现在没到门口。如果你们觉得有杂后悔，说不定你们可以看 RC， 说因为 RC 拉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这边是很正常的，好吗？世界是很神秘的。说不定你听到其他的声音，就代表你要仔细听，看他有没有听到什么数字号码，然后你就打出来跟我们说。你有没有听到？24，24，24，赶快潜下来！33，好好好好。巧克力的车来了。你那是要把你载走的？那是来载你的、啊。我要调换一下我的军队。这是我的二军。这边就派个三军，这三军基本上是会输的，二军就不一定。我的二军其实会赢的。走开，垃圾车！你知道英国的冰淇淋车是这个音乐吗？那也太不好吃了，冰淇淋。听说、欸有人还想打我，哼，五分钟前想打我，哼。竞技场其实我是可以爬到更高的，大家可以看，我不好笑啊，我爬过75名，只是因为现在为了打远征，我就把它都扣着，就没有再打。好，我们今天因为我用这个特别的
这个靠谱助手，这个打远征其实还 OK， 可以给大家看。它的重开比较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才想说来给大家看看我的远征。然后我一二关先打过，原因是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啊，就是通常你们打第一关，建议就是放二军上去，然后通常是不会有任何的死伤。然后第二关就是放一军，然后之后一军都可以，就是继续用。可是我这边已经有点难了，所以我有时候前一两关会一直重来，我后面的不一定会重来那么的多，第一二关会一直重来，然后搭配一下，甚至你看还会有死亡的，因为第一关我的二军真的很难集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是谁呢？恐怖地图等一下才有开始玩哦。都两个法师带沉默啊。沉默没有能量，沉默还没有能量。哇哇哇哇哇！快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我觉得应该还好啊，这种等级我还是把沉默带上去，去补一下能量。快跟牛魔王出来！你看我的那个这什么白虎也真的还没有能量，我通常都是沉默白虎能量都满了就够了，其他我就不大需要。来，一开始就是白虎这一剑，然后打到之前，你的死棋放技能，接着我喜欢双瞳就马上放跟月棋。双瞳放的话是因为可以缓住他们，冰住他们，这蛮重要的。双瞳，不对，是死棋再放一次。哎，轻轻松松啊，就算被冰住也没关系。哇，虽然有点痛的感觉。要获胜啦！这虽然血损的蛮多，不过都不用 care， 因为才只是前几关而已，还好。怎么样让卡片快进化？就没办法，纯灵魂石啊，这也没有办法。风行者很好用，真的很好用，这不开玩笑啊。然后每一关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对方的角色配置来决定你的角色配置。如果你的角色够多的话，对啊，像这个其实就物理攻击有两个，沉默就不需要了。我想让白虎也来一个能量。呼，你正中眉心。通常我都是这样全开啊，反正还好，还行。十七被打一打，就是能量就来了，快点！十七，我要能量！十七，不要冰我！要小心，就是当队伍被双瞳冰住的时候，你前一秒都还可以放技能，你第二秒再放技能的话，它就会被加速冻结。这要小心。安川，你不是有玩？你玩到几等了？哈，我不知道哎。对，根本就没有在玩。哦，那时间哦。看，像这个对面有三个法师，其实就可以放上沉默，或者是风行者去锻造，两个都不错。我放风行者去锻造，让大家感受一下风行者厉害啊。这边我死棋还没有放，原因是我等一下小小要来补个血，不是小小小鹿。我好像看错了，现在才吐。你知道那个双瞳的那个真的很容易搞混，因为他每次的动作都一样，都是抬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技能。但其实有一个方式可以知道，就是有没有发光。它刚刚只是淡淡的光，如果是技能的光，是更加的白，更加的亮。对，只是有时候会像我刚刚，就是稍微紧张一下，你一看到他抬头就觉得，哦，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但其实还没有。通常像这种法师真的太多，就不一定会建议用风行者，因为你不一定每个都断得到。宝剑，你说说看。就是你有沉默放上去是更好。然后我放错了，我有老头忘了放。不过现在还前面的关卡，应该还没差，不需要那么的用力。啊，
安安喽、哦。